谢谢，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！感谢大家，谢谢那些没有鼓掌的朋友们啊！谢谢啊！说良心话啊，怎么了？真的能再次站到这个舞台上，嗯，特别的幸运哦。因为什么呢？嗯，第一期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啊？啊，表演的我自己感觉差强人意，是特别的紧张，嗯，紧张到什么程度呢？您说呢？就紧张到我自己都瞧不起我。不瞒你说，我也是。不，你也紧张？我也瞧不起你。不是你个死胖子，你凭什么瞧不起我？什么叫死胖子呀？你凭什么瞧不起我哈？台下紧张没关系，站到台上了就要把压力放下，不紧张了。说的好像他不紧张一样。我本来不紧张啊。大伙儿没瞧见啊？上期表演的时候，他腿都开了震动模式了。我是有点哆嗦，桌子挡着呢，观众看不见。确实人家心态比我强。哎，我们俩在一块儿说相声啊，人家就是在台上能拖着我，我这有个撒汤漏水的，哪儿说错了呀？人家兜着我。您客气，上期节目要不是他拖着我，我就不会这么刺。您听，所以说您这像话吗？我是拖着您还是坠着您了？您比我优秀。哎，真的，今天啊，今天在这个台上来说怎么样，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。你要说说我郎和言，郎老师。不，您老师比我年长几岁。我比他大。生于1981年。没错。死于一会儿。对。我这生命太脆弱了。怎么了这是？死于一会儿。夸您呢。一会儿是夸我。我问你啊，一会儿时间长还是眨眼时间长？那一会儿时间长。对呀、啊、眨眼就是百年呐。哦，对，一会儿比眨眼时间还长，那可能就是千年，千年的狼鹤，万年的岩啊，对不对？你直接说我是王八就行了。哎，不许美化自己。对，这是夸我吗？说您长寿。我想多活几年。生于1981年。是。今年是73，37岁高龄。那说反了。哎，跟大伙分享一下，怎么样？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？我37岁就长寿了。老话怎么说呀？什么老话、啊、人过30古来稀呀。我的天哪，你饶了我吧。人过70古来稀。人过70古来稀。对，您算是稀一半了吧。我还是选择眨眼一下吧。或者对不对啊？什么对不对呀？不对。人说男人一旦过了30、怎么样，就像蒲公英一样，哎，漂泊不定。不对、一阵风说秃就秃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再较劲，我这头发我跟你急了啊！说良心话啊，这个光头来说，人是一个特色，我就是这风格。看没有，长得上人介喜。我这模样，因为这模样啊，来德云社的时候一下就录取了。我也是幸运了。当时我师傅一看，这孩子长得太弱智了，嘿，适合捧哏。合着我们捧哏的都是弱智？哎，仅限于你。没完了是不是？捧您长得可爱。我这一句都没听出来。厚道啊，老实憨厚。是。我来德云社就不一样了。你怎么了？三进三出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这个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啊。哦，那你给我们说说去。这个说一说啊。最开始啊，我不是北京的。哪儿的？东北的一个孩子。哦，东北黑龙江伊春的一个农村。哦，家里边穷。是。打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，穷人的孩子怎么要再激烈一点。打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。夸你呢？怎么了？有毛病啊？你以为你上这儿伸着手要钱来了？要钱得这样，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呢。流浪的人在外界。谢谢谢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们这儿没人给您钱，我们就想听听您这事儿。说说故事。对，最开始呢在家里边啊，是一个烤串的。哦，给人家打工。别乐，他们都没吃过烤串。烤串并不丢人。但是又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这个工作。哦，然后当时电视上播着一段相声，德云社的。哦，一瞧，哎呦，这小黑胖子。不是不是，当时他们都那么叫，然后我一看，哎呦，捧哏的这个，哎呦，还烫着头，哎
呦这，那会儿于老师烫头发，这两口子太可乐了，您这眼神也太差了，说的太逗了。嗯，我要学这个，学，家里边反对呀、啊。哟，他们人说你学点剃头修脚，这是个手艺呀、啊。啊，那你学个相声，你回来这玩意儿你上哪儿骗？不是那个，上哪儿演去？哦，那没人看啊。对不对？你学个挖掘机，最起码哪个钉子户见你都得哆嗦。是啊，怕你把它拆了。学那有什么用啊？嗯。但是我毅然决然的，仍然坐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。哦，自己去的。对了，在火车上咱就得练功啊。练什么呀？面试的时候得用啊。哦。背那个报菜名。好。当时坐我对面一大爷，嗯，看我嘴里边嘟嘟囔囔的干什么呢？说怎么小伙子你饿了？我说不是，我这是背着这个基本功报菜名，嗯，到北京啊考相声用。啊，小伙子，你知道德云社在哪儿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挨个问去。对，下了火车挨个问，准有人能告诉我德云社在哪儿。没错，要不说遇见好心人了。怎么了？这大爷啊、嗯，亲手画了一个北京的地图。嚯、哦，德云社在哪儿？第几个红绿灯？哪个胡同？往哪儿拐？特别详细的一份地图。哎呦，给我了。好，就要了200块钱。对，哎，好人呐，怎么还要200呀？不是，我以为都这价呢，哪有这事儿去？下了火车之后，哎呦，开了眼界。怎么了？人山人海啊，北京大喇叭喊着：“北京地图10元一份。”你看看是不是？我那手绘的，那也不值那钱。无所谓啊。哦，开了眼界倒是真的。怎么了？好，那公交车啊，三开门的。你以为是大衣柜的呢？三开门大公交，我以为火车脱轨了呢。看，没见过刷卡上火车的。那楼房还有地下四层，哎，这不新鲜的。真的，我来到北京之后才知道，楼房还有地下四层。对，但后来我租房子，仍然选择住地下一层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住高层。傻小子吗？这不是。无所谓、啊，来到德云社面试，嗯，三进三出。好好说说这事儿。当时啊，到了之后，我师父于大爷，领导都坐台底下，嗯，说会什么呀？我说我会唱二人转。哦，我师父特别开心，淘汰。怎么一句就淘汰了？宝贝儿走错了，刘老根在旁边都知道那边去了，这就把我淘汰了啊！当时不理解呀，准备的挺充分，怎么淘汰了呢？是啊，我不服啊！哦，准备第二次面试，第二回，第二当中阶段，在北京我得活着呀。那您当保安？哦，有个工作。对了，当保安站岗，站岗时候的背词儿，哦，练呢，结果让那个经理发现了，是罚了我200块钱，你就罚200，200块钱。200块，那时候对我来说，你知道200块钱有多重要吗？多重要！那是我一年的伙食费呀、啊。一年，一年伙食才200。对，我说经理，200块钱我真的舍不得，要不我给你份地图行不行？那玩意儿没人要，经理也不要，改吧。改。躲到卫生间里边背词儿。上厕所背。对，对着镜子练呢。完、哦、了，来人上厕所，吓得裤子没提就跑了。那能跑得出去吗？这。蹦着跑。没听说过。不知道后来谁呀、啊？说厕所里有精神病，报警了。那肯定是蹦着跑出去的报的。后来经理来了，三言两语解决了。怎么解决的？开除了。那要我也开除你。没关系，无所谓。又无所谓。第二次考试已经来临了。是啊。考试我又去了。怎么样？我师傅于大爷往这一坐，还是他们。会什么呀？嗯，我说我会报菜名。这回学聪明了。啊、行吧，展示吧。嗯啊。蒸羊羔，蒸鹅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手的，烧手的，铁锅炖大鹅，猪肉炖条子，大肘子贼香，哎，老好吃了，老好吃。第三鲜锅包肉，哎、哦，说完之后，我师傅特别开心，嗯，啊，这个淘汰，我这回报菜名怎么还淘汰了？哎呀，孩子，你说的就差给你双击666了啊。跑这直播来了，你这东北话太严重了，不行，回去练练普通话吧。练练吧，又把我淘汰了。嗯，我自己琢磨呀，嗯，这拥啥呀？不是我这普通话我学的挺好的呀，差哪儿啊？这是，你的普通话说的太好了，那口音得改改，回去改去吧。嗯，这当中被淘汰了，但是被淘汰那种滋味太难受。怎么了？拎着包在德云社的门口。保安那儿被开除了，德云社又没要我。嗯，忘了德云社这仨字儿。那当天啊是中秋节，哦，下着小雨，眼泪哗哗，没地儿去。北京之大，没有我存身之所。哎，后来在天桥对面的一个小广场上，
睡着了，突然你踩炸弹上了，吓我一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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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半夜三点的时候啊，来一大爷给我叫醒了，孩子孩子，在这睡觉不冷吗？半夜我没看清是谁，我说有点冷。哎呀，要不说这大爷啊，咱说良心话，在北京举目无亲，出大爷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盖上了，就要了500块钱。对，怎么这也要钱呢？还多了，这是无所谓，500块钱能阻止我的梦想吗？根本不可能，是对不对？回去之后头悬梁锥刺股练普通话，怎么练呢？什么叫普通话呀？练呢？你是相声演员吗？怎么还东北味儿呢？您是相声演员？天津的，离北京近了。您是相声演，你是相，哦哟，您是相声演员吧？我明白了，您是想立志做一位女性相声演员。练呢，找适合自己的风格。好好，对不对？找这种语调、逻辑、重音。对。等到第三次考试，我又去了。怎么样？当时我师傅都懵了，你咋又来了？师傅都东北口了。然后我说：“师傅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如果这次真的不行，我就卖地图去。”对。那玩意儿挣不了钱。展示吧。当时背了一段报菜名。嗯。哎，我师傅觉得行，这回还行啊。啊。有点进步。好。又唱了一段京韵大鼓。您还会鼓曲呢。啊。那在这儿给我们唱两句，来两句啊，京韵大鼓。马嵬坡下草青青，噔哩个儿哩个儿噔，唱啊，就会一句啊。就一句啊，没必要唱多了哈，耽误大伙的时间。当时怎么样？当时唱完这一句啊，巧了，我师娘来了。哦，我师娘是京韵大鼓人专业演员呢，打小就学，在台底下坐着，觉得这孩子唱的可以啊。嗯，就问我师父啊，德刚，德刚，师娘天津人，这孩子唱的不错，为嘛没要呢？是啊，我师父当时纠结半天，说出一句话了，说什么了？哎，没送礼。对，什么？不是，没想好，就差的有点多这个。后来。于大爷在旁边说话了，于老师说，德刚啊，我觉得这孩子挺实在的，要不就收了吧。我师父也纳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对呀，哎，我大衣卖给他了。谦儿大爷那大衣卖给你了。卖地图那老头是谁啊？哎呀，那个谦儿大爷的丈母娘。他刚才说的这个呀，有2/3是真的。对，他头一年来啊，站在台上啊，我印象还挺深，会什么呀？会二人转，这个不行。而且最重要，他根本他不会二人转。其实就是听过，他就觉得我会点，是不是你们就爱要我？对，结果倒霉这上头了。那是哪一年啊？2006年4月，就是来到北京面试，在广德楼。哎呦，当时我们。就是希望在台上能多演一会儿，所以我说我会唱二人转，可能还多给我展示的机会，结果获得了回家的机会。这个段子都是我的真实故事，当过烤串的，当过保安，被淘汰，包括天桥广场睡觉，这些都是真的。包括拎着包那天中秋节下雨流着眼泪，这都是真的。知道当时为什么让你受这些罪吗？就为了让你日后有一天这些个是你的谈资。好，谢谢。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3/6运气1/4贵人扶持，3/3是你自己的，6/6运气在平台，1/1贵人扶持。好吧，谢谢张鹤伦、郎鹤炎，台下就坐，打开就哈哈哈哈笑不停的爆笑。